大家好，我是小徐。很多人都肯定很好奇，我小徐每个月录视频发视频收益到底有多高。有的人说我每个月的收益几十万，也有的人说我每个月的收益几万，就是很多人说的都不等。今天呢，我就满足一下大家，让大家看看我小徐录视频到底收益有多高。不然很多人都以为啊，小徐有多少多少收入呢，每个月好像月入百万似的。今天就是给大家揭秘一下，也是很多人想看到的。虽然现在收益不是很高，但是咱们这些狗狗我依然坚持着养着，却从未放弃过任何一只狗。不管是狗狗生病也好，还是他们需要吃的喝的也好，我小徐想尽一切办法来养着这些狗狗，从未放弃过。咱们这一辈多只狗狗，为什么小徐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就是没有能力了，还依然选择养着？因为这些狗狗是我小徐亲手救助回来的，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，你养过了你就没有办法狠心的放弃。也有很多人问我小徐，你为什么不找人领养呢？其实咱们的狗狗去年领养出去有七八条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领养出去的狗前三个月我问他，他都有回访视频。当我把押金退给他们的时候，要么就说狗狗啊特别粘人，跟着人走丢了，要么就是不搭理我，基本送出去的狗狗就鸟无音信了。所以我也不想送出去，因为这些狗狗都是我小徐亲自救回来的，都是有了感情的。我不希望他们啊，我把他们救助了然后再送出去把他们给害了，所以我没有选择去送养。现在如果说是啊经常看小徐视频的一些姐姐们想领养一只狗狗的话，我小徐肯定会把这只狗狗送给大家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为大家揭秘一下我小徐每天的一条视频收益到底有多高，我保证让大家大吃一惊，请拭目以待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经常发视频的电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以免大家说是假的。这是我的账号，小徐和流浪狗的故事。这边呢就是收益，昨天的视频赚6.36块，前天的9.44块，3月4号的7.86块，3月3号的28，3月2号的84，然后3月1号10块钱，3月2813，这个就不给大家直接划吧，划过给大家看一下每天的收益。前面是播放量，中间是评论，后面呢就是点赞，点赞最后面就是收益。这基本都是20块钱以下，这是截止到2月16号，都是20块钱以下的。这边就是1月份的截止到，1月份的还有一个60多块钱，比较高，63，都是10几20，这是每天一条视频的收益，赞赏的话大家都能看到，所以大家都知道。看，没有一个超过50块钱的。这是到几号了？这个最高61，1月27，这是一个月之内最高的一条视频，61块钱。这是到1月26，1月26一个多月，最高的一条61块钱。这只是给大家看的视频，它完了还会扣税，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钱。还要扣掉40%的税。看，这条视频收益是最高的，这是年前的一条视频，为咱们基地筹集狗粮的一条视频，收益90块钱，是最高的一条视频收益。看，基本都是10块钱以下，20块钱左右，最高最高50块钱就阿弥陀佛了。这已经是2个月了，1月6号，2个月的收益不到2000块钱，还要扣40%的税。这个大家继续往下看，很多人都好奇，今天就满足一下大家嘛。看，20 55 64 40，之前的是前2个月的视频，每天都有，大家都能看到。大家近一点，万一看不清楚。看，这一条是小状元，收入57块钱。
85、160，这个应该是3个月之内收益最高的一条视频，赚160块钱。68，这是3个月了啊，3个月的视频收益。看，这是去年12月份，12月份的收益还可以，那条视频收益有100多，也有20多的，这个时候的收益还可以吧？去年12月份的能将就，然后就是20，100多的也少，但是会有，偶尔会有一条，但是这3个月基本就没有100多的了。这是截止到10月24，10月24到现在已经4个月过去了，4个月的收益。看，117、34、346、127，这条视频收益高。当时救助大拉克346、127、168、74、21、53、92、98。147、182、42、36、89、314，这条视频收益也高，300多。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，我20年年底那个时候的收益有多高。然后再看现在的，这是我徒步的时候，的收益。然后你们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。徒步时候的收益也低，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开销小啊，只有2张嘴，现在几十张嘴，给你们看看就是前后的对比，你们就可想而知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可能有些人说我小区赚几百万几个亿，都一直想看看我小区的后台，这都是我徒步时候，就满足一下大家吧，这也是我徒步时候的。这是救助吉祥，当时救助吉祥，这个时候的收益高，400多，那个时候收益还可以，都400-500。最高的一条视频收益有几千块钱吧，一条视频收益就有几千块钱，那是最高的时候，84、93。那时候养的狗也少啊，没那么多压力，开销也少。咱们现在狗狗多了，开销也就大了。有两三四个月吧，3-4个月的收益特别高，每条视频平均都200-300、450、300-400、800-900那种的，收益都很高。那个段时间不是这个时候，这条视频收入693，一条视频收入693，134、197、145、110、113、130、201、396、181、113、141。你看那个时候的收益141。所以你们可想而知现在被打压到了什么程度，157、160多、260多、119、157、189、100多、100多、200多、300多、126、100多、100多、200多、500多、586、212、980块钱。你们可想而知我现在的视频收益下降到了什么程度，其他的我就不说了，大家可以从这个里面猜测，到底咱们基地是运转是月入百万呢，还是每个月在贴钱呢？